这大概是史上最痛的开局。男主被永不熄灭的火焰焚烧整整八年，本应是祝福的再生能力成了他无尽的噩梦，身体被不停烧焦却又不断再生，连呼吸道的空气都成了高温的热浪。为了缓解痛苦，他只能不停想象着仇人的面庞，将那个给予自己痛苦的男人复仇成了他苟活至今的理由。但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热血复仇的故事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复仇只占了整个篇章不到四分之一的剧情，之后的展开每个八年脑梗你根本想不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树，上面的片段来自今天要推荐的冷门神作，世界第二自由的漫画家藤本树最自由的一部作品《岩泉》。和他比起来，《电锯人》简直算是小清新了，因为看过《岩泉》的人要么觉得藤本树疯了，要么觉得自己疯了，以至于流传着一句恨一个人就给他推荐《岩泉》吧的名梗。但不能否认，《岩泉》绝对是一部极其独特的作品，猎奇设定和看似无厘头的展开只是他的伪装，细品之后你会被其深刻的思辨所吸引。那么现在请跟我一起走进岩泉的疯狂世界。这是一个冰雪覆盖的寒冷末世，某些人类因为生来便能施展奇迹被称为祝福者，而据说给世界降下暴雪的正是其中名为冰之魔女的人。我和白雪一同到来的还有饥饿、寒冷以及末世中人性的疯狂。名为露娜的少女此时高举铁斧，利落地砍下哥哥阿格尼的手臂，少年大声惨叫，但很快新的手臂便长了出来，他是再生祝福者。而自断手臂的事今天还要再来七次，因为他们要用这些人肉养活曾经救过他俩的村民。村民们当然也早就习惯吃人肉，毕竟这是末世下难得的新鲜食物。但也有一位坚守旧世界道德的异类，坚决不吃人肉。于是在一个清晨，阿格尼和妹妹露娜在分发人肉时发现她饿死在床上。阿格尼很自责，认为要是能早点发现，说不定能说服她吃下去。但露娜却说，这一切都是冰之魔女的错，是她把人类逼入绝境，是她害死了他们的父母，请哥哥一定好好活下去，因为世界上只有阿格尼这一位亲人。时间来到晚上，露娜用阿格尼的手炖了一碗肉汤。虽然和哥哥一样同为再生祝福者，但露娜再生能力很弱，砍掉的手臂要很久才能长出，长时间不吃东西也会饿死，所以伴随着一句哥哥真好吃，属于两人的夜晚开始了。饭后露娜看着旧时代的书，畅想着大地回暖后的生活，说等世界变暖就和哥哥一起旅行。阿格尼则告诉露娜他会永远保护她，说吧，两人将拳头碰在一起，许下约定。此时月光透过窗子照亮了阿格尼，露娜托起哥哥的脸说，哥哥，我们一起生孩子吧，我爱你。阿格尼显然被妹妹的告白吓到，他们可是兄妹啊，但这残酷的末世又还剩多少道德可言？不过只要还是人类，至少他们不应该，至少不是现在。想到这，阿格尼拒绝了露娜。次日，村里的长老们为昨日饿死的村民举办葬礼，村长告诉大家，有人不吃人肉在所难免，但作为本村的村民绝不能向死亡低头，即便要吃人肉，即便要承受道德的谴责，也绝对不能输给死亡，并送上珍贵的牛奶感谢阿格尼连续三年来的付出。是的，三年前村民们在风雪中救下了阿格尼和快饿死的妹妹，当时妹妹浑身是伤，大概他们刚从哪里逃出来。村长让大家烧掉为数不多的柴火救人，因为和已经没什么活头的老人们比起来，年轻的阿格尼他们更有活下去的可能。也正是这份善意救下了有再生祝福的两人，同时也救了全村人自己，更重燃起村长求生的欲望。但这份充满人肉味的善意很快将迎来他最残酷的终结。一天，村里来了一群武装士兵，他们把全村人抓到一起，为首的男人叫德玛，他一边要求手下对老人放尊重点，一边询问全村唯一的年轻人阿格尼村里有没有食物和汽油。他们是自由之国贝西姆德鲁克的士兵，正筹备战力准备打倒冰之魔女，让世界恢复原样，而只要阿格尼的村子提供物资就能去自由之国生活。这时有小兵来报说，发现家家户户都存有人肉，他们在吃人啊。阿格尼刚想解释，德玛转身上了飞机，命令所有人撤退，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村子，这些村民已经不再是人。说罢摘下手套，降下他作为活着祝福者那直到将对方烧光否则永不熄灭的火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村子已经烧成灰烬，风雪中唯有拥有再生祝福的阿格尼的惨叫，他在地上翻滚着，扭曲着，呕吐着，火焰将肉体烧烂，新的身体再次长出，再生的祝福成了无尽的诅咒。但阿格尼发现了解脱的办法，只要想着拒绝再生就真的不会再生。他笑了，死了的话就能解脱了，死了的话就能看见爸爸妈妈。哥哥，露娜的惨叫把阿格尼拉回现实，妹妹的再生能力更弱，已经快被烧成焦炭，但这样的话只要死了就可以一家团圆，就可以带露娜看看真正的花和动物，尝一尝知识的味道，说不定还能有一个孩子。哥哥，活下去。露娜用带着火焰的拳头
最后一次和哥哥相碰。无尽的火焰再次在阿格宁的手臂燃起，一同燃起的还有他活下去的决心。是的，阿格宁还不能死，这是妹妹死前唯一的要求，也是对村长就算要承受所有的痛苦也绝不能输给死亡的贯彻，更是向那个男人的复仇。带着这份活下去的信念，阿格尼整整燃烧了八年。第一年他只能痛苦地嚎叫，第三年他开始边吐血边缓慢走动，为了不被痛苦逼疯，他无数次咬烂了自己的舌头。到了第五年，大脑已经习惯痛苦，身体也可以自由行动，但因为火焰的关系还没办法正常呼吸。终于第八年，阿格尼掌握了再生能力的使用方法，成功将火焰从脸上移除，让其只在身上燃烧，这样就能正常呼吸。于是他握紧永远在燃烧的拳头，发誓要用最残忍的方法杀死德玛。同时，世界的另一处，一个运输奴隶的车队正朝着自由之城行驶，为首的男人是钢之祝福者，能凭空变出钢铁。他一边撒尿一边指挥手下干掉所有老人，减轻车队的负担。反正在贝西姆德鲁克，女奴隶要生一辈子孩子，男奴隶则干活干到死，老奴隶完全没有。说罢，他还用自己的尿羞辱快渴死的小孩，还因为有个不知死活的小孩瞪了他一眼，便决定杀掉。小孩看着漆黑的枪口，祈求神明的出现，正如身边已经死去的老人死前所做的一样。但神明似乎从来不曾现身，不过这次不太一样。执行枪决的士兵停了下来，因为他发现有一个很暖和的家伙走了过来。在这个被冰之魔女冷冻的世界，人们渴望着火焰，只不过从来没有人想过火焰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。被火焰包裹的阿格宁走向钢之祝福者，一拳贯穿。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也没有人知道他那不灭的火焰意味着什么，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人们的希望，尤其是那个被他救下因为丧的孩子。至此，岩泉第一话结束。怎么样，吃人肉、末世、超能力者、骨科爱情，你能想到的猎奇元素短短一话全部囊括。但撇开这些设定，我们已经能从中看到一些很深的命题，比如拒绝吃人而饿死的人是否更高尚，为了活下去吃人肉就有错吗？德玛坚持的正义又有什么隐情？这些都将在后续的剧情中揭晓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请点个免费的赞赞支持一下，赞越多更新越快。那咱们下期见，拜。